Hello. Hi, my name is Jiang Huawen. My name is Tony. Cryo-Velocity VC, Vapor Chamber. 花了很多钱吗？简单来说，所以说它的这个散热能力还是表现还是可以的。业内单颗 VC 面积应该是最大的。要用这个东西来促进它的温度快速上升。通过这个红外相机，让这个手机在工作的那个特定的场景下，然后看我最高的温度点在哪里。如果说有硬件的问题，我们再去分析硬件的问题，是吧？如果说要做软件的优化，我们再做软件的优化。就是要满足我的散热需求的话，可能就会牺牲掉结构强度。充电，包括那我们对游戏的追求、性能的追求，这都是挑战。实话实说，就是我们可能是跟他们唱反调的。重点就是我们做一个超薄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，厚度做到0.27，就降了8条线。我们硬件散热方案设计也是最好的。是 Never Settle 是吧 ？Never Settle。